新历一年半的创作基金会到达婚姻，目前30个白床都已经客满。义亨今天举办一项白床的观景活动，日头花姊妹协会甲一间医学生物科技公司率先各自观景一床电动白床，和义亨来安置清寒的植物人。创生基金会从101年的5月到现在哦，不到2年的时间，马上有30位的植物人呢哈，尤其是以清寒哈啊生活清苦的人哈，能够首先入住到我们创生基金会。那现在床数已经满了哈，那有哈需要再扩增，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再有13张床哈。那这13张床呢，可以再安置的哈13位植物人，也可以帮助13户的这样的家庭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在这里啊，我跟姚总经理，我们希望哈，大家能够抛砖引玉，共襄盛举哦。另外，观景白床的生物科技公司为着要让这间到达安养院永续经营，佫决定登记观景5%的营业所得。社会资源对于这种公益的部分来讲，应该要持续不间断的。那么我们益健康在这个整个行销过程里面呢，我们愿意呢长期而且不间断的提供5%的一个盈利所得来捐赠给那个创世基金会。那这样子的话，对让我们这边的这些那个必须要受到照顾的植物人呢，能够有不间断的一个社会资源。创作基金会到达婚姻，这次计划要增加13层的白床，现在还剩11层等待进馆。出席活动的人士，呼吁社会善心团体甲民众会当踊跃进馆，协助地方的清寒植物人甲伊的家庭。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